Markio 义卖不怕被机作秀，天天热线邮寄轮回。月因罪而问奖，被以普通伤害罪轻判十月徒刑，缓刑三年，相应则涉嫌作伪证，缓起诉一年。今天两人在闹出社会事件后，首次现身公益活动，极力想漂白。他们叫卖的很用力，人难免被贴上作秀的标签。其实一定会被这样写，但是我觉得被写也没关系。三年无法在台工作的他，暂时只能靠积蓄过日子。之前是有一点积蓄就可以稍微可以活下来，还是可以活下来啊？对啊，像我可以省一点，对不对？省一点就可以。怎样省？就少逛街啊。花钱是花在吃饭钱。那一天花多少？大概一天花多少吃饭钱吗？差不多两三万吧。没有啦。就正常一两百块吧。日前英周刊报道，他计划与有机龙会投资夜店，开辟财源。没有，这是误会。哎，说到有机，你们俩到底是啥关系？这可能就是在追求方面上，他有追你，但是没有在一起。可能就是有要在一起，有要在一起，然后就发生一件事情。刚开始在一起。媒体人葛树人之前还爆料，他们有发生亲密关系。比较尴尬是说，有记当初讲到认定是男女朋友的这件事情，是因为发生关系，那不会很隐私都被暴露吗？其实那个，我觉得是翻译的问题吧。所以没有，不是，没有发生关系，对，不是没有跟他发生关系，也不用问这个了。跟他现在还有联络？有联络啊，有联络啊，对啊。每天吗？每天都有联络，因为互相打气啊，不然他对啊，每天都要聊。苹果娱乐新闻，热线你和我报道。